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创新者的窘境》。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商业领域里都有几家领先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在多年的发展壮大后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他们有着雄厚的资金、丰富的人才储备以及完善的管理流程，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巨头。奇怪的是，占据了这么多优势的大企业。 在面对某些技术创新和市场变化时，常常无法保持领先地位，会被一些新进企业击败。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各个领域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IBM 是大型计算机市场的超级巨头，但在之后的个人电脑浪潮中，IBM 并没有延续这份优势，被苹果公司等后来者抢走了大量市场。又比如说，现在很火的短视频领域。 国内占据领先的地位不是优酷、爱奇艺这些视频巨头，而是抖音、快手这样的新进企业。为什么大企业在开拓新市场上反而不如新进企业？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大企业傲慢自大，管理队伍老化。但本书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有不同的看法。克里斯坦森是全球创新领域的知名专家。 曾两度被评为全球五十大商业思想家之一。他在哈佛商学院担任教授，对企业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克里斯坦森在深入分析大企业的失败案例后，提出了“破坏性创新”这个概念。他认为，大企业成熟的管理体系，比如认真倾听客户意见、追求更高利润等等，反而会阻碍企业对破坏性创新的开展。 失去了抢占新市场的先机。这本《创新者的窘境》的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是克里斯坦森的成名作。书中分析了大企业在创新管理上的问题，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本书是商业管理领域的经典名作，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图书之一。书中所述的破坏性创新。 也成了全世界管理者都熟悉的概念。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说过：“自从克里斯坦森提出破坏性创新后，出现在我桌上的每份提案都自称是破坏性的。”下面我会通过三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什么是破坏性创新；第二，是什么阻碍了大公司开展破坏性创新；第三。 大企业要如何开展破坏性创新？先说第一部分，什么是破坏性创新？破坏性创新是由本书作者克里斯·坦森在1995年提出来的。二十多年来，这个理论一直被广泛传播和研究，但很多人对破坏性创新也有误读，比如，他们觉得只要创新改变了市场格局，都可以叫破坏性创新。 然而，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辅以不同的策略才能发挥效用。因此，本书作者二零一五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文，重申自己对破坏性创新的定义：破坏性创新是指缺乏资源、规模较小的公司成功挑战在位大企业的过程。具体来说，在位企业，也就是在市场中占据主导的大企业。 会根据市场上主流用户的需求来改善产品和服务。这些主流用户的需求较高，产生的利润通常也更丰厚。而新进企业会聚焦被在位企业所忽略的市场需求，推出差异化的产品。这些产品通常性能相对主流产品要低，价格也更便宜。虽然主流用户不感兴趣，但能满足低端用户的需求。 在低端市场站稳脚跟后，新进企业会从低端向高端移动，提供满足主流用户需求的产品。当主流用户开始大量转向新进企业，颠覆就产生了。除了从低端市场进入外，破坏性创新还有种情况是创造全新的市场，比如索尼推出的随身听就创造了便携音乐播放器的市场。本书写于1997年。 主要探讨了从低端市场进入的情况，因此我们的解读也是以此为主。按照作者的定义，很多商业上的创新都不属于破坏性创新。他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写道：“许多人都觉得优步属于破坏性创新，但作者认为优步并不是，因为优步既没有从现有出租车公司忽视的低端市场进入，也没有发现全新的市场。” 它面向的用户和现有出租车公司的用户并没什么区别。优步的这种创新，作者称之为延续性创新。这是说，产品的改善方向符合主流市场的一贯期待。打车的人都希望能方便又准时的租到车，不必为了租车排长队，或是走好半天才打到空车。优步就满足了这种需求。延续性创新能让企业取得竞争优势。 但有些时候，专注于延续性创新的大企业会被小企业的破坏性创新意外颠覆，失去领先地位。作者重点分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硬盘市场，当时个人电脑才刚诞生，绝大多数硬盘都是卖给企业机构的，主要用来存储和处理数据。企业的需求很明确，他们希望硬盘有更快的存取速度以及更大的容量。 在一九八零年，主流硬盘的规格是八英寸，大公司都专注于提升八英寸硬盘的速度和容量，而新进的硬盘制造商希捷推出了体积更小、能耗更低、价格更便宜的五点二五英寸硬盘，这就属于破坏性创新。五点二五英寸硬盘容量更小，速度更慢，性价比也不高。当时一块八英寸硬盘的容量是六十兆，售价是三千美元。 而5.25英寸硬盘容量只有10兆，售价是2000美元。我们说过，当时买硬盘的主要是企业用户，企业用的计算机体积很大，就算硬盘变小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企业更不在乎那么点电费，不可能为了体积能耗牺牲最重要的容量和速度，所以企业用户对5.25英寸硬盘根本没兴趣。但希捷发现，个人电脑。 也就是台式机用户愿意购买5.25英寸硬盘，这些用户对容量的要求远低于企业机构，也更在意硬盘的体积和能耗，这都是希捷的优势。虽然台式机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前景如何没法预料，但希捷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进入了台式机的新市场。随着台式机市场的不断发展，希捷5.25英寸硬盘的销量也是不断提升。 到了一九八四年，制造八英寸硬盘的大企业意识到台式机的市场前景，也推出了五点二五英寸硬盘。而这时，希捷已经占据了台式机硬盘的主要市场份额。在新市场站稳脚跟后，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破坏性创新的短板不久也会消失，进而满足原先主流市场的需求，抢走大企业的已有市场。拿硬盘行业来说。 虽然希捷的硬盘容量一开始和企业用户的需求有差距，但这个差距用不了几年就会被赶上。打个比方，企业对硬盘的容量要求今年是六十兆，明年是一百兆，后年是两百兆；而五点二五英寸硬盘的容量提升，则是今年二十兆，明年八十兆，后年三百兆。那么到了后年，就算八英寸硬盘能做到六百兆容量，它也没优势了。 企业会觉得，既然两百兆就够用了，我为什么不选更小、更省电的五点二五英寸硬盘呢？到了这个阶段，八英寸硬盘制造商就非常难受了。不论是新的台式机市场，还是已有的企业计算机市场，他们都竞争不过五点二五英寸硬盘。根据调查显示，八十年代初的四家主流八英寸硬盘制造商，到八十年代后期。 只有一家叫 Micropolis 的企业活了下来，靠着领导者的努力，Micropolis 顺利完成转型，成立一家5.25英寸硬盘制造商。类似的情形在硬盘市场上不断重演。在八十年代后期，希捷的市场地位受到了更小的3.5英寸硬盘的威胁。3.5英寸硬盘面向的是新出现的便携计算机，也就是笔记本电脑市场。 希捷起初也忽视了这个新市场，等到希捷想进入笔记本市场时，一家叫康诺的新进企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希捷反应很快，靠着迅速推出3.5英寸和更小的2.5英寸硬盘，成功存活了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壮大。电脑硬盘属于更新换代很快的行业，小企业在三四年内就能颠覆大企业的领先地位。 但在有的行业，新进企业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颠覆，这也是很多大企业忽视小企业挑战的原因。作者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里举过奈飞的例子。奈飞成立于1997年，一开始是做 DVD 租赁生意。当时的影碟出租市场主要是线下连锁店的模式，领头羊是一家叫百视达的公司。百视达有个到期日的规定。 超过到期日归还影碟就要缴纳高额的滞纳金，用户都对滞纳金规定很不满，但又没办法。奈飞瞄准了这些用户的需求，推出了在线订阅服务。它没有实体店，用户到网站上选好想看的电影，奈飞就会快递送货上门。奈飞也没有到期日和滞纳金，只要成为奈飞会员，你一部电影看多久都可以。靠着这些卖点。 奈飞成功在影碟市场站稳了脚跟，但百视达知名度高、规模庞大、片源丰富，没那么容易被颠覆。而且奈飞快递影碟要时间，想第一时间看电影的人也不会选奈飞。直到2002年股票上市，奈飞还处于亏损状态，用户数连百视达的十分之一都没到，百视达更没有把奈飞放在眼里。但奈飞始终保持对市场动向的关注。 随着2006年 YouTube 的流行，奈飞意识到技术的发展已经能满足在线视频的需求，实体出租业务迟早会被淘汰。奈飞迅速转型成视频点播网站，它的订阅服务也很适合网络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注册。而百事达因为专注于线下连锁店，对在线业务反应迟缓，虽然后面也推出在线视频业务。 但已经落后奈飞太多，没法获得市场。最终，随着在线视频市场的不断扩大，奈飞成了新时代的视频巨头，而百视达则因为出租业务的萎缩，在二零一零年宣布破产。好，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下第一部分的内容：破坏性创新在主流市场关心的性能上落后于现有产品，但在其他方面会有优势。 推出破坏性创新的新进企业会寻找低端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用户，因为技术的快速发展，破坏性创新会赶上成熟产品的性能，抢走大企业的已有用户。下面第二部分，我们说说是什么阻碍了大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许多时候，大企业很早就研发出了破坏性创新产品，但就是不愿意推向市场，比如。 希捷在一九八五年就研发出了三点五英寸硬盘，是行业内第二家研发出来的。可他并没有去开拓对应的新市场。作者认为，阻碍破坏性创新产品商业化的核心因素是大企业所在的价值网络。价值网络是指由供应商和用户以及竞争对手组成的商业环境。价值网络会在许多方面影响企业的决策。 这里主要说三点：第一，价值网络决定了产品性能的优先级。价值网络会按照重要性的高低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排序，这个顺序根据价值网络的不同而变化。价值网络中越重要的性能，用户就越愿意出高价购买。比如，在企业计算机的价值网络中，硬盘最重要的性能是容量和速度。 而在笔记本电脑的价值网络中，硬盘最重要的性能是体积和功耗。在一九八八年，企业计算机硬盘每增加一兆容量，企业用户会愿意多出一点五美元；笔记本电脑硬盘每增加一兆容量，个人用户只愿意多出一点一七美元。与此同时，笔记本用户愿意为小体积硬盘支付更高的费用，而企业用户则认为体积的减小毫无价值。 用户的需求决定了产品的改善方向。硬盘制造商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然会把产品提升的重点放在用户最愿意掏钱的地方，去生产符合现有用户预期的产品，忽视对破坏性创新的投入。价值网络对企业的第二点影响是，它决定了企业的成本结构。不同的价值网络会带来不同的产品成本。 企业计算机的硬盘要存放重要的商业数据，企业用户会要求硬盘制造商提供检修等售后服务。企业用户对硬盘的性能要求也更严格，比如会要求硬盘抗震性更好，长时间高强度运行也不会出问题。这都抬高了制造商的研发费用，所以硬盘制造商要提高产品价格，维持较高的毛利率，才能保证盈利。 总的来说，越是面向高端的客户，产品盈利所需的毛利率就越高。作者的调查显示，面向企业用户的硬盘毛利率一般要做到百分之四十以上；面向台式机用户的硬盘毛利率一般是百分之三十左右；而面向笔记本用户的硬盘毛利率只要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就能盈利。为了实现毛利率目标， 企业从研发、采购到营销、售后各个环节都要进行成本优化，形成固定的流程。也就是说，企业的成本结构是在综合考量各方面后达成的一个平衡点。大企业很难做到既保持竞争力不变，又能降低成本。而破坏性创新所在的新市场，价格和毛利率都更低。大企业想盈利，就要降低成本，建立新的业务流程。 对大企业来说，为了前景不明的新市场去改变现有的成本结构，影响已有产品的收入实在是太冒险了。价值网络对企业的第三点影响是，它决定着企业的增长速度。企业在价值网络中要面对很多竞争对手，为了维持领先地位，确保公司股价不断上涨，企业每年都要实现收入增长。然而，企业越大，要维持收入增长就越困难。 比如一家硬盘制造商，今年的收入是一亿美元，想保持百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他只要找个新的市场，明年多挣两千万美元就可以。但如果他今年的收入是一百亿美元，想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从新市场里就要多挣二十亿美元。在现实中，没有哪个新市场规模能达到这个水平，一年顶多也就几亿美元。 所以在大企业看来，进入新市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对大企业来说，他们有比开拓低端市场更好的选择，就是进入售价更高的高端市场。高端市场成熟稳定，前景明确，能满足大企业对收入增长的需求，而且高端市场的利润也更高。既然我能把硬盘卖更贵，我为何要卖更便宜？ 价值网络的这三点影响，决定了企业想获得更多利益，就要专注于服务现有客户，提供符合他们预期的产品，并努力进入高端市场。大企业即便研发出了破坏性创新，也没有动力去开拓新市场。有的人可能会奇怪，大企业的领导者就这么短视吗？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新市场的长远利益，不提前做好布局？ 这种观点认为，大企业的决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性过程，领导者能前瞻性的发现潜力市场，制定有利企业的长期战略，并让管理者和员工配合自己展开工作。少数优秀的领导者确实能做到这点，但作者指出，企业里大部分的创新提案其实是由中低层员工提出的，这些提案会经过中层管理者的层层筛选。 留下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再递交给高层领导审阅。也就是说，许多提案在被领导者看到前，已经被中层管理者否决了。中层管理者选择提案的标准很简单：提案的成功概率越大，给公司带来的好处越多，就越可能被选中。而这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景，所以中层管理者喜欢低风险的延续性创新。 这些提案能获得现有客户的认可，可以准确预估未来的收入，成功率较高。破坏性创新的提案则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现有客户没有兴趣，企业要花功夫开拓新市场，还不知道这个市场能有多大。中层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自然会否决高风险的破坏性创新。就算有些破坏性创新的提案运气好，能被高层领导看到。 甚至批准推进，他们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企业内部总是有多个项目在推进，这些项目会彼此争夺人员、资金等各种资源。而企业所处的价值网络决定了能够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或能进入高端市场的延续性创新总是能获得更多资源。那些得不到资源支持的破坏性创新，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大企业就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他们和客户保持紧密沟通，根据客户的意见来生产产品，努力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毛利率，把资源投入到最可能成功的创新领域。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确，结果却阻碍了大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让他们最终丧失了领先地位。好。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企业所处的价值网络决定了企业的产品特点、成本结构和增长速度。这让企业把重心放在满足已有客户需求，或是进军高端市场上。同时，中层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也不愿意推荐破坏性创新提案，这都阻碍了大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 下面第三部分，我们说说大企业该如何开展破坏性创新。有些企业能开展破坏性创新，顺利实现转型，完全是靠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但作者指出，领导想靠自己改变企业发展方向，难度实在太大，成功率很低。处在特定的价值网络内的企业，从人员到流程，都是以满足现有客户需求为目的。 就像在重力的影响下，水总是会往低处流，企业内的资源也会天然流向符合客户需求的延续性创新。从这个角度说，真正决定企业发展的是客户，而非领导者。领导者如果对抗客户的需求，会造成企业的收入下降，进而引起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质疑。同时，只有那些有利于员工职业发展的项目，才能得到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当前景不确定时，优秀员工会觉得参与项目没有意义。领导者还要花很多功夫和员工沟通解释。只有少数卓越的领导者才能从上到下克服这么多障碍，将破坏性创新推动下去。作者认为，更可行的方法是企业设立专门的分支机构来负责破坏性创新的商业化运作。这些机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独立性。 也就是独立于主流业务的资源分配流程，常见的方式是企业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或分公司，办公地点和工作流程都和母公司分开。分支机构摆脱了母公司现有机制的阻碍，相当于独立的小公司，可以根据新市场的特点，从零开始规划研发、采购、营销等流程，建立合适的成本结构。许多企业都采用这种方式开发新业务。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进入个人电脑市场，IBM 在远离纽约总部的佛罗里达州设立了一家独立部门，专门负责开拓台式机市场。这个部门有权向任何供应商采购零部件，并按照台式机的市场特点去营销推广。这让 IBM 在进入台式机市场的头五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接下来，IBM 加强了台式机部门与母公司的联系。 削弱了台式机部门的独立性，而一个公司的内部很难存在面向不同市场的两种成本结构。台式机部门的行动受到了许多限制，很多人认为这是后来 IBM 台式机业务下滑的重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机构独立不意味着领导者放手不管，让它自生自灭。开拓新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领导者不仅要保护机构的独立性。 还要积极给独立机构调拨资源，这样才能保证破坏性创新的商业化成功。作者指出，只有首席执行官亲自参与，分支机构才可能顺利开展破坏性创新。除了独立性，分支机构的第二个特征是规模较小。新市场的规模起初都比较有限，如果参与竞争的机构规模太大，各项成本支出很高，就难以实现盈利。 领导者对独立机构的支持也不是无条件的，机构只有证明自己能够持续盈利，才能从母公司和资本市场吸引资金和人力资源，而维持小规模能有效的降低盈利的难度。书中还介绍了设立分支机构的一种特殊方法，就是直接收购一家公司。有些大企业发现新市场后，会收购崭露头角的小企业，帮自己开拓市场。 如果大企业看重的是小公司的人才和技术，可以把小公司合并到母公司里，让人才、技术为自己所用；但如果大企业认为小公司的研发、采购、营销等流程适合新市场，那就要保持小公司的独立性。一旦把小公司合并进母公司，小公司的流程就会被改变，妨碍破坏性创新的开展。美国强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保健品公司。 它的可抛型隐形眼镜、内窥镜手术器材和血糖仪业务都是从小公司收购来的。强生重视这些公司的流程优势，保持了他们的独立性，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资源。最后，这些破坏性创新都发展成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庞大业务。总结一下，大企业想开展破坏性创新，最可行的方法是建立小规模的独立机构。 并提供充足的资源，这些机构成立后，具体要如何开拓新市场呢？我总结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是管理者要以学习探索，而不是预测执行的态度来寻找新市场。大多数管理者是在延续性创新的环境下工作的，在这种环境下，客户需求比较明确，管理者能在产品生产前准确预测市场。 制定符合实际的计划并落实执行。很多管理者都习惯了按照自己预测的方向去规划市场战略，但这种方式不适合破坏性创新，因为破坏性创新要找的是以前不存在的新市场，管理者连用户在哪儿都不知道。因此，准确预测破坏性创新的用途或是对应市场的规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者认为。 管理者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对破坏性创新的最初定位通常都是错的。在这种充满未知的环境中，管理者需要保持思维的灵活性，以一种学习的态度来探索市场，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认定哪些人一定是用户。一九九一年，惠普公司开发出了体积小巧的一点三英寸硬盘，磁盘直径只有三厘米。 惠普的项目经理认为，这种硬盘很适合当时刚诞生的掌上电脑，英文简称叫 PDA。PDA 有点像智能手机的雏形，它有个黑白液晶屏，一般用触控笔操作。通过安装的程序，用户可以上网、收发邮件、安排日程、查看天气等等，但不能打电话。惠普做了不少调研，相信 PDA 的未来市场巨大。 于是，向苹果、微软、IBM 等计算机巨头积极推销1.3英寸硬盘，并根据 PDA 的技术需求，提升硬盘的耐用性和容量，还装上了昂贵的碰撞传感器，好保证硬盘摔在地上也不会损坏数据。最终，硬盘的售价高达250美元。结果，意外出现了：虽然苹果等公司推出了 PDA，但销量大大低于预期。 连带着惠普1.3英寸硬盘的销量也非常低。事实上，当时1.3英寸硬盘的主要市场根本不是 PDA，而是便携文字处理机、电子摄影机、工业扫描器这些领域，完全不在惠普的营销计划中。后来有游戏机制造商找到惠普，想大量购买1.3英寸硬盘，但游戏机对成本的控制非常严格，惠普硬盘的价格实在太高。 他们希望惠普提供售价五十美元、功能也更简单的硬盘，但当时惠普已经按 PDA 的需求把硬盘设计成高端产品。惠普的管理层既没有耐心，也没有资金，根据游戏厂商的要求重新设计低端的一点三英寸硬盘。最后，在一九九四年，惠普撤回了全部的硬盘产品。惠普的项目经理后来承认。 他们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市场的预测是正确的。正确的做法是，假设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客户想要怎样的产品，产品的销量能有多少。企业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先小批量推出产品进行试探，并保留足够的资源。一旦发现市场反馈和预期不符，就利用剩余资源尝试新的业务方向。 而不是一上来就把所有资源砸在一个方向上，不给自己留退路。开拓市场的第二条建议是寻找对产品主要性能要求不高的用户群。在作者写本书的1997年，电动汽车的主要性能都落后于燃油汽车，速度更慢，充满电的行驶里程更短。优点就是环保，传动系统的结构更简单，不容易坏。 考虑到随着技术发展，性能上的缺点都会被弥补，电动汽车也是典型的破坏性创新。对于主流的汽车用户，电动汽车显然缺乏吸引力。如果汽车企业想开拓电动汽车的新市场，就应该找那些对速度、行驶里程等主要性能要求不高的人。作者举了两个用户群体作为例子。 第一个用户群体是南亚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和送货车，这些城市交通情况比较差，比如曼谷每天堵车都非常严重，就算是法拉利也开不快。因此，在曼谷车速慢就不是缺点，而对于出租车和送货司机来说，电动汽车不容易坏就是很大优点，可以帮他们节省修理成本。第二个用户群体是美国中学生的家长，在美国。 十六岁就能拿驾照，家长会为孩子购买汽车往返学校和朋友家。从安全性考虑，家长都希望孩子开车慢一些，不要开太远。他们会觉得速度慢、里程短都不是缺点，甚至是优点。其他领域的破坏性创新也可以参考这种思路来寻找用户。好，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大企业要开展破坏性创新，需要成立独立的小规模机构，并提供资源支持。管理者在寻找新市场时，要抱着学习探索的态度，给自己留下足够资源来调整方向，从对产品性能要求不高的用户中寻找商业机会。说到这里，《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也介绍的差不多了。本书作者认为，企业对用户需求的关注和对利润的追求。 反而阻碍了破坏性创新，使企业失去了竞争力。想摆脱这种窘境，企业需要成立专门的独立机构，以学习探索的态度开拓新市场。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997年，但他的观点在今天依然很有参考价值。过去十多年中，从谷歌搜索引擎、iPhone 手机到网上零售、互联网远程教育，许多改变人们生活的产品。 都属于破坏性创新。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能更清晰的理解他们是如何成功的。如果你还想知道企业如何能够提高创新成功率，推出用户欢迎的新产品，作者在另一本《创新者的任务》中有更详细的探讨。我们喜马讲书也介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好，《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